我跟你说哥，你这车你现在不买，你等三月份你这一降价才没法弄。对、今年能买不能弄啊？我是想换的，是吧？想换车了是吧？我也不太想换，你说理想 ONE 这晚了一步。有补漆没？这个没有。这哪个配置了？跟你前两天收那配置一样，但是我选的是那个全装本，是选了15000的全装本。那个是选了几千是吧？那个他这3000。这车最近你们发现过完年，比亚迪一降价，这个一会儿降了。我是主要是该上新款的呀。这15000都选了啥呀？20寸轮毂，这个也是座椅通风加热按摩，电动尾箱，对外放电。这是16800那一款。16800是吧？指导价。嗯，这个跟那个可像，基本上一模一样。多少公里了？15000，那个是12000-13000，这23年几月上的牌？4月。大概想买多少钱的车？这都能接受，我主要想给你置换了吧，咱俩管各嘛各嘛，你说个便宜的，我说价钱少点我也能接受。反正你说一卖哟，这我这没法给你干嘛呀。没事，你可以先卖，到时候有了我跟你说，优先选择你吧。嗯，因为手里想收的也多，那个驴了，我现在开着呢。你说哪年多？我了22了。多少公里了？38000。哎呀，不算老大，别说我了没法买，我买了23万多买了。嗯，那您这收便宜了？那个因为啥？那个好像已经掉了，我这个是掉过之后买了，然后买完之后又掉了一波。买的呀？我这想孩子能置换的。我跟你说哥，你这车，嗯，你现在不买，我这不敢等啊，一等你等三月份，嗯，你这一降价才没法弄。对。你这可比理想掉了，理想 ONE 掉了快呀！最起码理想 ONE 停产了，那很掉。它现在22年了，它就是掉到再掉的话，它不会掉到10几万，你不好买10几万。嗯，你想它掉到10几万，别的车咋买了？你想那迈腾法子那也咋弄了？嗯，对，是不是？要是我建议就是先买，你别等新车降的多。我跟你说，要降我感觉最起码得2万。我想买，得给他点啥？我合计合计，我打个电话问一下。嗯，我感觉现在是11附近，那也比还不如他这卖多呢。那个价那个那是年前的事儿呀，这年后了不一样。你到三月过了三月份，我更不敢养了。喂，中，我知道了，你别说了，你说了我不敢买了。中，挂了。他说28号降价，他说店里都专业研究这新能源了。他说10000不拉倒，我说拉倒吧，你错10000没法卖了。嗯，那又有点太。对，我感觉就是你要是今天买的话，就是这一整数中的话，咱都签合同，就是我买赔买赚，那都无所谓了。你要说老高了，不敢养了。这没几天了，这不知道他会降多少这车。反正他，你看看你搜他微博，他真发了。那个新款上来了以后啊，这肯定要降。我那个是年11万6卖了，让我这个给你11，但是我估计挣钱，如果要降的话，挣钱不知道会挣不会，但是赔的话，我感觉赔也赔不多。不知道他新车他会降多少，他新车降2-3万，那我这天天得赔。我太难了。你看，你要感觉能卖的话，我都不合计了。中了，咱直接你写合同妥了。我卖是能卖，我关键是我得买个，我得再买个车，我想从你手里再买个车。你别急吧，你这几天吧，照你这个确实现在整个这风口上了，你现在我也不知道。11这家贵不贵？你又问谁都不知道。你要中了，我都给你写合同。老高的时候不是很敢养这。我昨天下去看那车吧，都是。那走吧，瞅瞅了。能相中了，这个是不是直接都能？哎呀，我都相中给你这反正少卖点，你行情搁这放着，谁也不管。对。Nice。